国军希望透过人心稀有，以一教舆论的方式，达到国军与民众之间的距离感，让民众认识国军，进而提升全民国防，还有守护家园的共识。 好，所以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的就是陆海空三军的人形汽油。这些汽油看起来非常可爱，但是他们在国军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，他们其实就是三军的招募员，负责来招揽国军，捍卫台湾的领土，以及中华竞技啦啦队进场。爱国的啦啦队于2015年。 好，在画面上您看到的是啦啦队开始登场了，包含是中职的啦啦队以及爱国的啦啦队，还有中华竞技啦啦队。这一次呢，中职的啦啦队一共是派出了6个球队最精英的啦啦队，包含魏全龙乐天桃园、同时中信兄弟、富邦悍将、台钢雄鹰。那每一个球团的啦啦队呢，他们其实都有特别选了一首应援曲，而且都搭配了整个国庆的主轴，慢慢的推进。像是一开始开场的就是魏。 魏全龙的《Dragon Glows》，他们选择呢这首歌叫做《Keep Fighting》，就是要代表台湾在接下来的年度还要继续来奋斗。那接在魏全龙之后的呢，就是乐天桃园的 Lakuten Girls， 他们带来是突破，好，代表台湾要来继续来突破相关的成就。同一时 ，Uniqlo 接手的，他会带来 Always Lion， 就是不离不弃的精神。中兴兄弟的 Passion Sister 带来的是晋级取胜，当然也是台湾非常重要的团结精神之一。 那讲到团结，我们就要提到富邦悍将的富邦 Angels， 他们带来的是 Go Stronger， 希望台湾可以越来越强。还有台钢雄鹰 Wingstars， 他们最后带来的是敢冲敢拼，当然代表我们接下来要继续拼下去。那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中华职棒啦啦队之外，我们还有看到是爱国特的啦啦队，也就是呢这些都是由国小的学童他们来组成的。他们从2013年成立，那其实在2015年到2023年创下一个非常。 紧接着，中信兄弟 Passion Sisters 用主题曲晋级取胜，象征台湾在世界持续发光发热。富邦悍将，富邦 Angels 献上 Go Stronger， 为台湾加油，我们的国家将越来越强大。 时刻的上场，自信的全力回放，凭借求胜的响亮，看球飞过飘窗。对战时刻他上场，将寒光放入人当，荣耀时刻的光芒望着我耀，是我悍将。哦 挑战。